纸巾，纸，纸巾。好棒，好棒。我们为什么要唱这首歌？其实就是我们两个想用就是几句简短的话来说一下自己的这个内心的东西，但是好像几句话又说不完。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有一个人群叫做高敏感人群，我就是那一类人，就是我是一个极度极度敏感，而且这个敏感它非常的困惑我，困扰我。但是锤锤不管是他在写他的那几句话也好，还是他跟我聊的一些东西也好，我觉得他是完完全全在治愈我。为什么说自己是一个女孩？是因为在这里我也想替很多表面看起来很坚强很快乐的女孩说一些话，就是我超出了大家传统认知的女孩的安全范围内，做了很多让人开心和快乐的事情。但是我想说，这并不能成为某些人不把我们当成女孩的理由。每个女孩降临到这个世上都是很美好的生物，等待她们的可能是大海，可能是鲜花，可能是一片白茫茫的雪景。但是再漂亮再干净的雪景也会有一些脏脏的脚印，如果你盯着那些黑暗，那些黑点，那些脚印不放的话，那么黑暗就会占据你的视线。不妨把眼光看得更长远更广阔一些，这样会让自己更快乐一些。对，今天作为观众来讲的话，真的很替两位开心，因为唱歌最美的体验其实是那个让自己失控的样子，这是我认为在我所见过的舞台上最打动我的一次和最美的一次。尤其在一个竞演舞台上，一个歌手能唱哭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这种舞台会有点紧张，会给你一些压迫感。刚刚的这首歌里面他哭了之后，锤跟着马上也哭了。你哭啥？你不哭我可能就不哭。我也不想哭、啊、我真服了，我真是我就觉得真的很动人。我觉得这个眼泪这个东西吧，真是不能用懦弱来形容，真就很美丽。而且长相这个东西，就比如说一个长得很好看的人，我看久了也会觉得他腻，长很丑的人我也觉得看久了也挺好看的。因为我一直觉得我爸长得不好看，那我看了他这么多年，我竟然觉得他好帅你竟然拿你爸比喻因为他总是说他自己长得像梁朝伟，我说你疯了吗我说你跟梁朝伟有一毛钱关系吗？然后大概两年前有一次他来在厨房给我做饭，我看他哪里有点像，我以为我疯了，就是这个东西很奇妙，给你洗脑了。对，就是容颜会老去，然后这个东西也会随着时间的推进会被你淡化，但是这个歌声和人格魅力是永存的。就你这个揪心已经深入我心了，真的，就让我觉得我会思考很多，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舞台我非常的喜欢。谢谢。小敏，我觉得今天你唱的这首歌是我听到的在天赐的舞台上你唱的最好的一次，是因为我觉得你整个把整首歌的情绪都让我们唱得非常的非常的感动，并不是说你最后哭了哈，我觉得你在没有哭的那个之前的那一段，其实你的诉说感就已经让我们感受到了所有的整首歌的氛围。今天这全大丽莎在唱之后，我对你这个人越来越有兴趣。我会想说，一直需要保持那么好笑的状态累不累？唱歌的时候是不是真的很享受？能不能真的做那个最最最最真实的自己？我就会有好多好多的问号。一个人一旦冠上了好笑的名，那这个人长得就很好笑，这是很无奈的事情。其实我和小敏一样都是很敏感的人，生怕别人不喜欢自己，所以一定要把自己的善意传递给我周围的人，那是因为我希望大家反馈给我的也是善意。我真的很怕被骂，很怕别人讨厌我，
看还有人对我笑，停下歌声和舞蹈，我是否重要？烦死了！我不想变苦。我一开始看第一期节目的时候，我看有女歌手在台上哭，我还在那里嘲笑人家，我说哭什么呀，有毛病吗？结果自己在那里哭得像神经病一样。别哭了，我是一个爱哭鼻子的傻瓜。这是我的回答，谢谢老师。我看了很，你觉得心里有点复杂。第一个是很心疼，再来是我也曾经是那样的一个女孩，就是我多么希望别人都喜欢我，用善意来回应我。我之所以我每一次在舞台上会这么有气场，是因为我知道没有人会在意一个永远都躲在阴暗角落的自己。你得自己变成那一道光，你必须要花很大的勇气，你才可以在这个这么大的舞台，甚至播出了之后有这么多的观众在看你们的这个时候，你必须得拿出这么大的勇气去面对所有的人。我今天看到了最美的你们，你们的内心都很美丽。谢谢，谢谢你们。其实我也是这样，就是大家也会说啊，周深，你看他声音好特别，但是我也会像你们就刚才这个情绪当中一样，就是哎，那如果我们不是一个大家所谓的艺人，一个歌手，我们不是被大家所记住的那些所谓的亮点，那还会不会有人喜欢我们？我也会很害怕被骂。哎这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问题吧，但是至少目前我也还没有找到答案。但是我觉得真正爱我们的人爱的是真实的我们，我只能这么去暂时给到这个答案吧。谢谢谢谢谢谢。锤锤，小敏，相信我，你们今天唱完这首《我》之后，你们一定会非常释怀，因为感谢我很多的艺人朋友们，感谢很多，因为我为他们写了很多我，而且很有意思，他们真的是卸下自己所有在外面的面具也好，能力也好，所有的一切盔甲也好，站在我们创作人的面前跟我们讲他们的点点滴滴。我也是从头些年的那几刻才了解了，哦，原来我们的艺人朋友们是这么的辛苦啊，原来回家那么孤单，原来有的人只想自己待着。哇，我以前都不知道，我以前因为只写歌做歌嘛，真的是啊。而且我发现他们只要唱完我，把那首歌真正的我唱完之后的，我再看到的他们，好像貌似大家都啊释怀好多。所以我敢相信你们今天哭出来，然后把这首歌就这么唱完了之后，这辈子这件事情完成了。因为感恩呢，我们音乐人还能唱出来，还能写出来，那你说那些很多行业怎么表达我呢？我们更感恩还能有副嗓子来唱出来，还能表达出来，感谢音乐。是的，感谢音乐。谢谢老师。